家好，我是冬蛙池塘的蛙妈。我们今天要开箱这一台，它是台湾爱丽丝欧亚玛股份有限公司的织物清洁机。这一台部分作用在于说，我们家沙发已经买了5年左右咯，它经历过小孩的吐奶，还有不知名的一些液体的部分啊，就是白白的、脏脏、哦哦这样子啊，请外面的业者来清理，单价非常的高，而且我们家有床垫啊，或者是窗帘都可以做使用，所以要用这台来试试看咯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看看吧。我们组装好了，来介绍一下这台。这边有个电源开关键，然后这是手把。这是污水的一个储水槽，然后啊，旁边它会有附上一些挂钩式的部分，然后这个非常的重要，这个是喷吸手柄，这边是它的喷嘴，然后这边是清洗刷，然后这是清水箱的部分，就是这边注入清水，然后用吸吸吸的部分，然后它就会有污水在里面了。后面的部分我们介绍一下。哎，小宝贝，哎，这边哈，小宝贝，这边的部分呢会有电源线，上下还会有这个电源线可以收起来的上下绕的部分，这是真空管的部分，噔噔，非常的轻巧，很小台，不占空间哦。我们大概清了半小时的时间，用了3块沙发的部分。噔噔，这是我们的成果哦，好像咖啡哦，好可怕的颜色哦，褐色的。这台真的很好用哦，它是 IRIS 的，大家去日本应该都有买过它的除尘螨机。这一台的部分啊，真的是它所称的布制品的橡皮擦，相当好用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，在疫情之间可以来个大扫除哦，拜拜。